全是不是说照着大人的指令去要去要小人去往大人的时候去走，这是我非常的感动。我喜欢讲，那我的孩子让我感动的地方是，这两天他在会场的表现是我很讶异的说，哎，他以前的话不是那么一个外向的小孩，但是他这两天几乎也可以说是蛮常飞的小孩。啊，那当然在来的这边的前几天，我跟我儿子，也出去冒险了，就是骑着摩托车出去冒险了好几次，然后，也吃了那个母亲，母亲下令自己不能吃的地，但是我觉得是这很开心的一件事。所以我孩子让我觉得感动的地方是，我跟我孩子这十年当中我觉得说，他让我感觉说我这个老爸还做得还不错，所以让他说可以刚刚的话，我在听啊人家讲话说愿意坐在我腿上，跟啊听人家一起，跟大妈跟他一起说听大家的分享，谢谢。